哎呦，他补三个，我怎么补不到三个呀？根本他妈有点无语。我从岩部和海水中重生。三个级宝，我都没必要给的，我操！妈的，赛跑是吧？赛跑游戏，哥们搁这玩天天赛跑。渣子，剁碎他们的骨头！完了，线好像清不了塔，不把前排兵清了，刚好差点钱。脏东西，烧吧！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但没有失去灵魂。我要暂时远离杀戮了。仇恨将沾满鲜血。这波慢慢推，还能再下了。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，渣子！一次转身。得到的是一把匕首，当心炸药桶！我看到你石沉大海了。麻烦这名字，级别。哎，屌！缓慢的死去，将是赐给他们的经历。又一个，没门儿。真假烦！割开的喉咙早就等级跑了，痛了，想省个闪。烧吧 ！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让他的鲜血涂满码头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Jada, 把残忍带给所有人。他溜的呀。减速一下，还是被砍。You have slain an enemy.他溜的呀，江山。我要把摸不到的东西统统烧成渣。先清了吧，不然我钱不够出西兰刀。渣子，给你个救难安逸。
很少忘记事情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Ren Zi 已经和我的船员一起沉没了。大的呀，哥们，没想过后果吗？他攻速快，也只能我 A 他一下，他 A 我一下。我在火中找到我0.85攻速，他1.3攻速，我移速快，我 A 他一下，我就往后面拉，我再回头再 A 他一下，这样他就不能连 A 我，只能我 A 他一下，他 A 我一下，我 A 他一下，他 A 我一下。就等于他没有加攻速，或者说他是0.8攻速，又或者说我是1.3攻速，你听懂了吗？清算就要来了，我电竞房还没装修好，还没有啊，要等到月底呢。信吗？你不是1.3，你只能是0.85。不，我可以是1.3。那蛮王也可以是0.85。但我有。哎，我那个镀层掉了吗？慢慢，慢慢，还好帮他换了一个还行。我的归来。卡萨丁能收一个可以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又一个。人的一分，言语毫无。看的有点快哦。我没血，各位。憎恨是小孩子的用词。当心炸药桶！我爱你主播，你爱的是主播，你爱的不是我。就需要那个。你爱的是主播，你爱的不是我呀。人人都可以当主播，但是人人都不会是我。听懂掌声啊，兄弟们，听懂掌声。这把我想出贪欲，大海原本背叛了我。抽象主义 Q 太费难了，而且 Q 打的金币、银色币都会变得很少，而且统治的伤害、额外伤害对英雄有效，但对小兵没有效果的。我从盐分和海水中重生。你昨天在洗脚店看到我了，这他吧又被你看到了，下次出门得戴个头套。我吐了出来，
更多火药。疾跑送终。什么时候打高端局？明天下午，每天中午到下午。在炮弹里洗个澡吧。你跑得快，我跑得也快。我的心是铁做的。我看到了一串奇怪的数字。感觉应该是没了。又一个。OK， 他没开 W 进草，那我就能跑。他要是开 W， 开 W 探草，我这波必死。我怀疑是刚刚那串神秘的数字救了我。背叛就像伤口上撒盐一样刺人，上来就能适应，所以我提前打，我没有等新赛季更新之后再打，我是这个月17号。排位就结算的嘛，所以我这算是提前去适应一下。这种东西我考虑的肯定会比你考虑的多一点，对吧？17号才排位重置，我明天去打干什么？就是为了找找手感呀。一次转身得到的是一把匕首。到底怎么不下来？缓慢的死去将是赐给他们的奖励。Fly motherfucker， 给卡萨丁了。我要杀，我只能开大杀。说实话，我操！哎，我应该让我拿的，我 MVP 我不拿，我操！更多火药，那我不是捐200？当心炸药桶！金馆长把那个一区黄金20出给他封下。把残忍带给所有人。有信心上壮乙吗？你在说什么？给我把东西。又一个，把他们连起来。我要把我得不到的东西统统烧成渣。炮火不峡不是峡谷怎么峡谷排位17号就要重置了，我最近怎么没感觉到峡谷都有啥流量之类的东西呢？没啥热度，感觉好像是那种无人问津的感觉。大多数靠峡谷吃饭的要么凉了一半，对吧，热度降了很多，要么就直接死了。我要一路砍回比尔吉沃特。更多火药。我在火中没扎到就算了。哎，其实说实话，我这波我都不该来上路，应该去下路。清算就要来临了。你在烧什么？你感觉我杀不了你是吧？
这女警多得。狂风加一，该你活。下了下了下了，你不能跟我呀。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嘛。等这波兵线过去一下，大海没有记忆，所以哎呀，烦死了！这鬼惹我很久，惹我很久干嘛？我只有一桶把他给秒了。不要相信比尔吉沃特的鼠辈。我把眼位给排了。我要多回去的话，你们打得过吗？我们下路是优势呀，哎呀，那个桶子被大龙卡到那边去了，是我上路要守的，我先去把蛮王给杀了。他们刚刚应该留一个人打小的。谢原爷送的荧光棒，谢谢原爷，谢谢谢谢。谢谢原爷出的守护，谢谢原爷，谢谢。主要怕他们打不过。又一个。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但没有失去灵魂。哎呦，先把麻王给宰了先。我有看麻王在哪，我先去把他给宰了。
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。扫码。转。哎呦！不行，我得喊猫跟我。我老他妈忘了狂风那个东西。他打人很痛，把残忍带给所有人。当心炸药桶，好受多了。再杀一波嘛，这波回去出来也没有事做，他可能去带上路。带你们就能安逸。哎，我差点钱，我操！更不会放傻逼的。怎么可能打不过呢？拆不完，操！还是被他拆完了。他没有致命节奏也这么快吗？
看起来很有耐心吗？妈的，傻逼嘞！这线可不能断。敢敢当当，轻轻松松，闭着眼睛拿下。